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。这俩人唱歌不喘气的、啊，主要是有一个人一直在大走音。就这样，爱情，有红色高跟鞋。又来新人了。Hello， 哇，你剪了短发。你啊啊，还真是剪短发，怎么了？但是我觉得还好，挺好看的。可以吗？可以，相当可以。有小卷卷，其实这样很好，这样非常好，短发很有气质，很干练。我也觉得。调好音了啊？调好音了。调好了吗？好。哦，谢谢。没有袋子吗？子你头发有点乱。我这头发怎么了？我不是。你是刚睡了吗？哦，我睡过了，而且我心也很乱。他为什么心很乱啊？我们开心到变形。我们真的开心到变形。变形到 S 型。怎么唱来着？It's late in the evening， 然后这边是 evening， 差不多这样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好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，就是，等一下，就是我播一下啊、哦。然后这个我就开始这个。你请吗？哎呀，完了！先把这个简单的学会嘛，然后剩下的我可以一边学一边教你。吴佩好美啊，吴佩一剪短整个亮起来了，好美啊，而且她穿了大红色，她之前都不穿这种亮色的。我约好了的。哦呦，你来了！哦呦，你到很久了吗？我刚到。我想点一个这个胡藕。Hello， 我来了，姗姗来迟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大家。你坐我旁边吧。好呀。好吃，哇，好吃！这鱼好辣呀，让我们来个 U E C。鱼和 U E C 解辣，还能促进肠道蠕动。谢谢，干杯！所以你们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？从我们第一次出去约会开始说。好，我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、啊。就觉得还挺用心的。我之前他刚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有点皮，油嘴滑舌。然后后来发现，哎，还有细心的一面哦。我觉得他可能会紧张在你面前。君君，君君，用心感受。我先是早上跟那个 William， 就我俩其实一开始挺尴尬的，我就直接跟他说了，我觉得。一开始就我觉得咱俩可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觉得他有时候可以松弛一下，至今为止还是太紧绷。嗯，我也觉得可能慢慢会好的，慢热。反正总体来看他就是超级细心，然后很会观察别人，然后又很用心的一个人。
然后那个黄呢，它就是很容易就是熟络起来，很舒服，很容易亲近。它可能第一印象就前初印象会给人一种比较有侵略感的一个感觉，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，它会慢慢展现出来它温暖的一面。我不是跟一晨出去吗？对啊。然后他带我去了一片全身芦荡的一片特别大的湖，就我那天是发现我俩就是很就非常的契合，就甚至是我们走路就叹气的频率都一样，所以就是还挺好。而且他真的很用心，这个还蛮让我，因为我的点还蛮奇怪的，他就竟然能就是捕捉到，所以我觉得他还蛮懂我的，虽然才认识两天当时。别嘴。就是我很欣赏他一点，就是他开放的心情很强。开什么？就开，比较开放。开什么？他对世界认知是很有包容性的。你们有理想型吗？这个回答需要好好思考一下。我喜欢有方向感的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其实我一向都比较凭感觉啊。我喜欢有才华的。我一直以为你会喜欢就比较成熟稳重的那种。我不是啊，他应该不是。你看他内心挺小的。我没交过比我大男朋友。哦，真的。真的，你喜欢弟弟吗？类型就高瘦弟弟。对，高瘦弟弟不就是说的一晨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后背发毛的感觉。哎，My boy，你第一个来的？对啊，就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吃饭吗？有可能，应该我们收到是一样的，既然这样子。那启军和小陈不应该也出现了？对哦。哎 ，Hello， 你看，我们现在要等谁吗？还在等小陈啊？哎，你看，看到我们失望吗？很失望。不是我们想见的那个人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是我们四个人？吃饭呗，男生大集会，今天是。确定是吃饭吗？哇哦，这人是谁啊？新的女生？怎么会那么快有新的？哇哦！哇哦，汤唯的嘴。走吧，宝贝们，走吧。是美女。哎，你好，那个 F 四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齐军。你好，正如，你好。William，你是被电到了吗？被美到吃惊。郑如，你好，黄正轩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陈奕晨。你好，你好。吴队长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坐吧，坐。您坐。哎，我坐这里。OK，来，我来为您效劳。好，谢谢。哇哦，好 gentleman 哦。这是三个位置吗？哦，对，就是应该这么坐。哎，随意了，随意，好好好。坐中间，好吧。我坐这边，啊，面对着兄弟们。那坐吧。等了很久吗？没有，还好。你们很早就到了吗？也没有。哦。哎。哎呦。哎呦。有点尴尬哎。都挺尴尬，都挺拘谨的。感觉都想说点什么。都不知道该说啥。我刚只记得他们名字，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正如，然后我叫英文叫 Pearl， 所以我朋友都叫我珍珠，会比较容易记住。对，哦 ，Pearl，OK， 啊，珍珠 ，OK， 所以你戴耳环也是要戴 Pearl， 不，但是好看吗？好好看。你是哪里人？香港人。OK。讲广东话，耶，广东话。那他会说，他会说。不不不，他比我说的好。没有，我跟他学习。你们会饿吗？还好，你呢？我还好。还好。开吃吧，但我吃不了。嗯，祝你们好运。他为啥吃不了啊？怎么了？急性肠胃炎啊！哦，那要不要叫他给一个 menu 看一下有什么你是适合吃的呀？没关系，等一下吧。那就晚上会饿吧？晚上回别墅还可以。哦，对。其实我今天就咱们在门口等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会是高跟鞋加红色衣服，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就会想那个画面感。然后突然出现红色一身衣服，然后出现。但你红色穿的还是挺合适你。谢谢。所以你从小在香港长大吗？哎，没有哎，我从初中我就去了英国了。英国。对，读到大学。对的。那你们读的是什么专业？我读的是那个金融。哦，金融的。我读的是酒店管理和项目管理。哦、我是一个运动医学，就是运动医学 ，sports medicine 那种。哦、对 ，OK， 我误。然后我是那个还是在读在校学生，然后我读的是那个企业管理。哦，哎、嗯，企业管理。嗯，因为我现在兼职在教小孩子学英语。我之前在深圳也有教过英语。我前天刚教了10个小孩子。10岁的，还有3岁的。哇，这年龄很。对他们组合起来的，然后还要组他们一起玩游戏。而且他们很聪明哎。很聪明，想法很多。那你教的话是？我的 range 也挺大的，我是教3到18岁的。然后我的是用戏剧游戏去学英语。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点子给我。哎，可以，我可以把那个教案发你。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们需要猜我的吗？所以你会参加很多 event？ 差不多。做会展吗？很接近了，
我是婚礼。对。啊 ，Wedding Crusher， 永远是。Not actually， 任何一个 event， 只要你想要庆祝的，我都可以帮你包办。啊。啊，活动策划。哇，他是总经理，这应该是他自己的公司哦。条件太好了，这些人。哎呦喂。哇。你们都是同一个时期进去的吗？没有，我是最后。哦，你什么时候进的呀？我是开始了第三天吧。哦。对。嗯，当然不如你这么，对，你是万众期待的，大家都在等。我们都很对。他跟威廉好搭哦，外形。三大，普通话说的很 local， 从哪学的？就是身边的朋友，还教了我什么碰瓷儿，这是北京话，碰瓷儿，花盆儿，花盆儿，对，就一直儿化音，啊，都是儿化音，对，要干哈？干哈？完了，姐妹们。天啊！十一点了都，还没回来。差五分，十一点。结果带了一个女生回来。啊！我天哪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都穿的这么，哎呦！带谁回来了？我是正常上下班的，挡在门口。进来呀！等会儿的。为啥呀？别着急。女生有压力了。请进吧，先进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韩国人吗？不是，我是郑如。然后我叫 Pearl。Pearl。我是张天。嗨，你好。凯文。嗨，凯文。哎，我们就是认识的。你好。请坐。这是我们一楼的活动区域。啊。你们吃饭了吗？我们。没有，没有啊，吃的馄饨吗？然后加一点什么醋啊之类的。坐。我觉得你好可爱，谢谢，忍不住想要一直夸你。我成熟了，不成熟，就是幻想甜美，哇，威廉啊！没有他的位置了，为什么坐哪里有点尴尬？哎呀！哎，你看，靠着凯文更近一点，他这个位置选的很妙啊。所以你们都聊什么？都了解了吗？这些人都叫啥？一二三。你会听到我们的新名字。William，Ryan， 你叫 Ryan？ 刚起的英文名，刚起的，他记不住我的中文名，一样的，跟你们一样。一晨，你真的叫 Richard 是吧 ？Richard， 对，黄理查，黄理查德黄，叫我 Ryan， 叫我 Ryan。啊，所以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经营这个
event planning 的。哦，不错。event planning 的公司。哦，然后你多大了？我95年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哇、嗯，你来。我96年的。哦，我们很近。嗯。那不然我带你去看一下房间。啊、我先去看一下房间了。好啊。我跟你说一下，这个、哦，这个的话是那个 Kevin， 有印象吗？有酒窝的那个。嗯嗯 嗯。然后上面是那个天天。哦。我在这儿。哦，是我在这儿。好的。对。我可以参观一下这个房子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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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这边就是厨房。哇。我看一下厨房有什么。他们好，你们在煮什么？铺了。我的粥。铺了。铺了。哦，不加了。还好你过来了。对啊。哎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怎么给关了？没事，我来弄吧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来。煲汤。那我出去了。俩人我觉得郑轩可能是状态不是很好，所以话比较少。你喜欢听谁的歌？我吗？嗯，我很喜欢听Bachelor。 I found a girl。 嗯，就很甜。 For me Maybe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。 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。 I found a girl。 我感觉看这个画面感觉太偶像剧了。明天晚上我们做饭吃吧。好呀。哎 ，Pro 会做饭吗？我都没有做清淡的。就是他们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什么粤菜啊、中菜都能做。这个是也是汤啊，什么什么中餐、西餐也能做。然后那个是专注做西餐。然后那个是中餐比较为主。你会煲什么汤？什么汤基本都会煲。要不我们明天煲个汤。嗯，你看温一晨，啊，好主动啊！我明天想煲猪骨山药汤。嗯，要自己买材料吗？我去买吧。想炖那个猪骨山药汤。嗯，好。Hello guys， 让我们用 vivo 拍一张合照吧。此时此刻非常的应景。这边靠一下，对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想看，想看，想看，放大更清晰。把它放在照片前面。回房间了。回房间了。Good night. Good night. 真的太美了，他就是很有威胁性的人。你要出门了吗？没有。你来吃饭。昨天进来的时候有紧张吗？还是真的会紧张？就很期待见到你们。那、哎、昨天男生都很好，是吧？都很照顾。嗯嗯嗯。这是什么粥啊？燕麦粥。燕麦粥。啊，感觉很好吃。你今天几点要出门？10点吧。我是跟我坐顺风车。
啊，你坐谁的？不是奕晨的就行。奕晨没有车。Richard 是谁？黄正轩，生病的那个。嗯。你如果明天工作，你去哪里工作？去国贸那边吗？嗯，我要去国贸，应该签个合同。几点到？我有顺风车吗？我在送。你几点呀？那明天就看情况了。好。他是起了吗？感觉应该起了。起了，起止起了，你打扮，你只是送一个女生去上班，你还要打扮，还要背个小包。没，怎么？我在想多了，我在想那个，需要帮忙吗？可以加 honey 甜甜的，超可爱。嗯，快！你今天有好点了吗？就一直很痛。那还是得借一下口。对。哎，他们俩其实还蛮配的，这样一看。所以你的衣服都是红色、粉色的风格比较多吗？他注意到他的衣服了。对，我本来就是，也不是吧，就是我本来也挺喜欢这种色彩缤纷一点的。嗯。换了耳钉。对。嗯。你家里有妹妹或者？有，我有一个妹妹。我也好想有个哥哥呀。你呢？我有两个哥哥。两个哥哥，那你肯定最受宠了。没有。他们都欺负你吗？对，小时候。真的吗？嗯，因为他们年龄相距的比较 小、然后跟我相距的比较大。嗯。那你跟你妹妹感情好吗？还不错，她基本上每个男朋友都会先来带来见我。哦，那你会不会觉得都不满意？会啊，有的就不满意。那不满意你会怎么办？我直接说。你会阻止吗？我不会阻止，因为我觉得情感就是他自己要喜欢就喜欢，但我会说，我会说这男生太瘦了，太瘦了，不健康，或者说没工作不行。哦，男生没工作是？那你对你妹男朋友的要求是什么？没有什么要求，就我觉得我妹男朋友就至少要真心喜欢我妹，然后。要付出时间来陪他吧，我觉得。嗯，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也挺好的。对。好了。Thank you， 今天麻烦你了。没关系。谢谢。那晚上见喽。嗯，晚上见，工作加油。好的，拜拜。这个背影是谁啊？君君。我回来啦！没有人，他一个人在楼上呢。哎 ，hello。hello。你要喝水吗？没有，这都是水。我也有。这都是水。嗯，调个鸡。
今天的那个早餐是你做的吗？君君看到字条了。啊，对，就是麦片嘛。嗯，挺好吃的，做的挺好的。我一般只会把那个燕麦跟酸奶直接拌在一起，就我吃的特别的随意。不是，我这个也是随意做的。但是你还煮了一下吧，就算是煮了一下，要我就直接吃那个生的燕麦了。对，因为我喜欢暖暖的东西。对，这个对。你怎么一个人在下边啊？所以你今天干嘛了？我今天去工作了。去工作？嗯，去，把办公室的事情弄好。哦，嗯，你会唱吗？嗯，我不会。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吗？他的歌我就很喜欢。李玖哲。李玖哲。哦。咋了？我等你弹呢。等我弹干嘛？我等你，我等听呢。我等着听呢，兄弟。我那行行，随便唱一个吧。那么多谱呢，都没了。这不是正式，不是正式版哦。不是正式版，是练习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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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习版。整个夏天，整个夏天，整个夏天想和你，想和。嗯，压力大了。第一个 key 会不会好一点？会好一点，但是你知道我有点紧张。哦。紧张啥？就有新朋友在听啊，就我就有点紧张啊。新朋友，我的天哪！君君，你真的？到时候这首可以把它改成英文版了，唱给小朋友听吗？啊、哦，可以、嗯。反正我就是差不多是学一首歌，把它改成英文了，然后唱给小朋友。真的吗？有改过什么？就是斑马，斑马还有很多 zebra zebra。嗯。你会觉得他们？我经常即兴给他们唱，就比如把他们名字编在一起。嗯、这个很可爱。张天回来了。张天今天穿的裤子我喜欢。哎哎，大家好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要去超市吗？哦、oh, ，要去吗？什么去啊？去啊！去啊！现在 ，right now，、啊、立刻马上，大家走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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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坐前面，我坐前面还是坐前面吧？我坐吗？哦、oh. ，来请。好好，安全带，安全带。还好我今天把车收拾了一下，所以哎呀还是可以的。到底最近都在写什么？他在写什么？不知道。画画吗？妈呀，还有卷笔刀啊！啊 ，William。哎呀！啊 ，Hello。Hello。就你一个吗？应该是就我一个吧。怎么回事？应该是。去超市了，我感觉，我看有泡排骨。你回来多久了？一会会。一会会。我以为大家都可能吃完了。饿吗？嗯哼，我还好，几点了？八点。哦，孩子还吃吗？我觉得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啊，好饿啊。
吃点东西吧，吃点水果吧。哇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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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煮个小火锅吃，昨天我就想吃小火锅没敢吃。那你有买吗？家里有啊。那我们煮。好啊。有啊，而且是君君上。我今天本来想来这个地方买排球来着。我真的好想买一个排球回去。来一个。可以。来一个吧，来一个吧。来一个。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。要不要给大家买零食？可以啊可以啊。要买点喝的。泡面。我们分头那个去拿一下。对，我们让他们走。分头去拿一下。你吃零食吗？不太吃。我也不太吃。不敢吃。我是确实不爱吃。哎，他们俩怎么情侣装啊？对啊，都粉色。啊，我要这个。哎，我也是很喜欢吃这些东西。哎，那多买吧，我觉得。就是干吃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坐在那儿干吃。这是小零食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可以。可以可以。可以，赞，很赞，赞，超赞，超赞，超赞。这个海苔超级好吃。来吧，这个是吧？这个吗？这个会是小屋里最好吃的海苔。再来一包。OK。现在医生不是很热情。对。要不要买椰子水？他记得他喜欢喝椰子。他记得他喜欢，他喜欢喝椰子水。哎呀，两个人甜一甜，那个坎儿很快就过去了。饿了，真的，赶紧回家吧，赶紧回家要吃饭了。有美食广场，就吃一点点，就在美食广场吃一点点。人家两个人在下面饿死了，你们在这吃？哎，烤冷面。明白了，你赶紧坐下吃，你再坐一下，我给你买。吃一点点，发现。我把这个打开放这里面。好香啊。嗯。那郑轩吃和吴佩吃什么啊？好可怜啊。拿端过。小心烫哦。好香呀。超香。哎呀、啊！哎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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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紧吃了，他们问我们没有吃饭，等你们到现在。没有吃饭。好幸福啊！哎，郑轩回来了！哇，他9点才回到家。欢迎。哇，好香啊！你今天是做饭的吗 ？Hello。不是，我今天无力做饭，但给你们带了应该。我们饿死了，没有人呢。都不回来。不是，但是有人准备了一点啊。小陈的排骨汤嘛。那我先给他做上吧。有人两个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好香！整理一下衣服，君君。哦，没有，是齐君。今天。他们去超市。Hello。你们去买煲汤的材料了？我们是买了一堆食材回来。好香哦！你们吃什么？你们在吃什么？自然小火锅。君君，怎么样？让你出去玩？我们快饿死了。所以，你们还没有吃饭是吧？对呀。你做下饭。我们还买了个排球，他们买的。今天晚上又有项目了。你好点没？好一点点。
tell me, tell me, tell me. Tell me, tell me, tell me. 好吃吗，小火锅？并没有回应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完了。我们吃了。吃了一下。哎，你们也买了西红柿？居然背着我们出去吃饭。所以到底你们吃没吃饭？我们吃了一点点。他们吃超多的。这种吃饭然后等人的感觉确实有点难受。那你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是想着回来做饭还是怎么样？我们想着是回来做汤。哦，我们把汤给做了吧，好不好？嗯，我已经在给你们预热了。我真的第一次看凯文脸这样。哎，你到底是能吃多少？超多。是不是就是感觉还蛮特别的，但又不知道哪里特别。芒果，就它有很多东西。有点抱歉。哎，吴佩回来了。哇，吴佩他好晚哦，九点钟都没有吃到晚饭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看谁回来了 ？Hello， 哎呀，辛苦的回来了。十点前踏入了门，对呀、啊。你今天几点出门的？我六点起床。什么？好了，不谈了。我六点睡着的。你有吃晚饭吗？应该三点吧。他没有吃晚饭。没有，什么都没吃。那正好可以喝汤啊。哦。我们得把玉米拿出来一点，让我们把汤弄出来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红糖糍吧？刚做的？你们做的吗？还是热的？齐军做的。哇塞，好厉害、啊！超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你快吃点。好吃。你怎么做的？没有，都是买的。红糖就是直接拿油热了一下。陈奕晨，你怎么没有坐张天隔壁？坐在对面。就那个玩具是你带的吗？那个敲的那个敲的那个超级好。小文，你们玩、啊，我们能拿过来玩吗？可以拿过来吗？那我拿过来。对呀、啊，玩呗，拿过来。那我拿过来。我还超级喜欢玩那个，我很喜欢玩那个。那个一按的也拿过来。OK， 是敲的那个敲冰吗？啊好。哇，来，哇，输了怎么办？输了怎么办？一起来吧，输了真心话或者大冒险吗？行。要赚这个篮，来吧，朋友们 ，Come on， 来，好了，来，我过来玩了，我过来玩，朋友们，哎，主动坐过来了，哦，这个超级好，是吧？来吧，你要玩吗？我们干嘛？开始是吗？嗨。真的是，这什么？那我们来吧，开始吧。曾经有没有一个对你印象深刻或者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，就在爱情当中？哇，哈哈，很直接，上来就很深入啊。就是我表白的时候吧。然后我细节一点，当时就是在全校的学生、家长还有校长他们表演，然后我上台前就说，就表白了，就上台本来是唱歌，是在台上吗？嗯，所有的就有鼓掌，鼓掌，不太像他耶。哇，哦，那吴佩你来，哎，就选，我跟你说就选这个。
我跟你说就选这个，你不听我的，你非得摁后边那俩。建筑会，你觉得自己需要多久时间才会确定你心动的感觉？不用时间，就是一秒。你哦，就一秒，就一见钟情。所以你是一见钟情型是吗？对。吼吼。珍珠。他肯定要中了。问题啊？问问题。那我问吧，珍珠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不这样。问你上一段感情的男生是什么类型的？OK 可以可以。工作狂。我以为我喜欢工作狂，但其实并没有。那你喜欢他哪里？因为我是一个挺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所以当他是工作狂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没有生活，也包括没有我，所以我就以为他这样子我会很大的安全感，但发现其实我还是挺需要陪伴的。愿意示弱，这样的女生才讨喜。来了，郑轩来了。需要陪伴的时候我来了。我之前看过一句话，就是如果这个人有一些很纯粹的东西在他的内心，如果被我看到了，我会觉得他很珍贵，就是那种没有被这个很喧嚣的对世俗所打扰的东西。我觉得大家知道收不到之后发的信息越来越有信息量。所以我们就是马上女生要发起约会了，约男生。但我觉得约会的话，正如就未必会约郑轩了。
乌克丽。嗯。OK， 没问题。那个，你过来。就是，我想明天约你出去。啊。然后是秘密，不能跟别人说，可以吗？然后我想换回我的。你看，平常吴佩是动作比较慢，你这下动作多快！他真的很开心，哎呀呀呀，开心的像个小兔子，好可爱哦！五月以上可以去约个会了。他一想到肩膀就耸起来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你是要睡了是吗？哎，杨天 ，Come on！ 我这里有一本书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嗯，这个书签我也挺好的，然后这书签想送给你，然后我想，然后我想对你发起一次正式的约会。他真的要送他书签哎，这俩人真的很文艺耶。OK， 一定要对其他人保密哦。不知道你会保密，你就说了。嗯，行吧，书签送给你。谢谢。我在寻思到底是谁。你看你自己哦，你中间来的嘛，你也不熟。嗯。你要么就是跟着你的感觉。嗯。然后你对谁可能更有兴趣一点。嗯。然后你就跟他说。我在想，我应该找一个我好奇的，还是找一个？都可以啊，看你比较熟的。嗯。都就纠结。那个轩，我们需要买材料吗？还是就这些就够了？需要。对。好。明天做广东菜吧。好。可以。那你赶紧好起来。嗯，好的。我觉得应该是郑轩吧，他知道他发消息收不到，还特地下去告诉他一声，你赶紧好起来。